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大飞。话不多说啊，先看一条评论。自己亲自去蜜雪冰城买一杯珍珠奶茶，加100份的珍珠，已经是第 N 次了。求求兄弟们把我顶上去！注意，是亲自去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说这个100份的珍珠啊，有个错别字啊，跟你说一下，你说是100份的珍珠，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装满？我觉得呢，商家肯定是不会干的。那么咱们今天这一个就这样做吧，珍珠奶茶把这一桶加满需要多少钱？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正好这个蜜月冰城呢还没关门，赶紧去。人挺多的。那个怎么说的，珍珠奶茶你给我加满，加满它，你加满多少杯就算多少杯，好吧？哎呀，可以，你猜的哦。珍珠奶茶啊，这珍珠奶茶加满它，那这个怎么多大呀？我不知道多大呀，你加满了就行了。对，大杯的，你给他加满，看需要多少钱，好吧？应该还要加杯。真的加一杯盖不住了就。9杯吧，这珍珠现在只有那么点，8、9、72是吧？嗯，对，72。然后你剩下的，你给我加28块钱的珍珠行不？28块钱的。对，可以，那加。现在的珍珠只有这么点，咱们再加一点，好吧？谁买这么一大桶了？啊？我呀。买这么一大桶啊？是啊，你要喝吗？分你一杯，好吧。我怀疑装不上呀。那装不上，捞出来点冰嘛。嗯，这么多珍珠啊！哎，正好够，正好够。我感觉盖不住了，有点。要不再舀点？不是，把这个奶茶捞出来一点嘛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都能盖得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卖给我们所有人吃。我操！总共是100块，正好是我们的百元系列。破案了，兄弟们！加满一桶珍珠奶茶只需要72块钱啊，只需要72，这么大一桶，珍珠有半桶。哇！奶茶搞过来了。从这你都能看得出来，半桶奶茶，半桶珍珠，还有这一个珍珠啊，就是加料加100份的话，店家肯定是不让的。如果单纯只加珍珠给它加满的话，这怎么地也得有个小300块钱吧。哎，这底下全都是珍珠啊。嚯，我一个人喝这么多奶茶肯定是喝不完的，所以我只盛出来一部分，剩下的就留给他们。哇，珍珠！今天我们就实现珍珠奶茶自由。只吃珍珠一样能吃饱。看到没，全是珍珠。
果仁，今天呢，我们加奶茶又加了9杯而已嘛。这么一大桶珍珠奶茶啊，72块钱加满一桶，而且这个珍珠是真的巨多。大家觉得一桶72块钱的珍珠奶茶值还是不值呢？哎，我不要珍珠，我要奶茶。你要奶茶是吧？哎，我要奶茶。哎，你倒。好吧，好，够不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点珍珠吧，可以来点，来点，来点。你那一勺子好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剩下的给他们留着。小鱼最近在健身呢，所以说这个糖分太高，他喝不了。他说喝了之后就白练了。大清跟他老婆一块出去干饭了，这个等他回来就当个甜品喝吧。这个奶茶好浓哎，太浓了。我怎么这么浓啊？但挺好喝的。应该说不说，是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为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今天呢，在本期视频下方抽取一位点赞数最高的一位啊，百元系列，你说加什么，咱们就加什么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饼正甜蜜蜜。